接我们来做一个损益比。今天如果我们已坚决态度去面对，我们害怕失去我们当下所得到的东西，我们害怕失去我们的职位会被人家夺走，所以我会紧绷起来。所以今天在这种双重压力可以导致压力底下，我会导致出我们有些忧郁症还是抑郁情绪出现。而像对方没有今天很完美的说的，今天接近就可以导致一大堆的东西的进步，有他没有他为现实例子来看，你看了吗？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双重压力底下，他没有立场不能成立。像反观今天如果我们以静观面对来面对我们的得意，今天我们说我们以静观去面对我们的得意，我们去开心，我们还是可以有另外一些方式。今天好像我为了经验的比赛，我还可以为了别人比赛的幸福，谢谢。请这个时候他倾巢没有了，他之前的统一六国天下完全都
层的，就是如果你要去进化就是很浅层，但是说我们为了这些就是为了长远的发展，谢谢。谢谢反方三辩，请您留步，正方二辩上台致辞，时间为两分钟。谢主席，大家好，大会你好，你好。那想请问一下，你有哪一项数据指出秦始皇当时是在进化还是在戒惧？这很多史书都当时说到是有，当时欧阳修真对这个其实上书了一篇，就是劝诫当时皇帝。所以他为什么有数据指出秦始皇到底是进化还是进化？对不对？我再请问一下，我现在在进，我现在是开心还是紧张还是伤心？不是，来解释一下刚刚秦始皇那个。对对对，我刚才有遇到的问题，我讲我现在是开心、伤心还是我紧张？不是，在于其实没有，对不对？不要不是，我只问你，我是哪三种情绪哪一种的？看不出来，所以他没有主观感受，根本就无法看出。我只是一个经典的需要，需要进化。所以我们看长远，请问长远把对方要把长
经济当成一个长远发展，是不是就是把长远的发展压力压在了我们身上？我们今天说，今天借据有利于长远发展，而不是像对方没有存在，对方没有取，不要曲解我们意思。请问对方没有今晚是不是就是放松？对方没有，我们说今晚不是放松，是因为什么？我们只是一个享受态度去看待的时候，对方没有请你回答我方式没有问题，我们是应该一个损利来比较一下。那对方没有今晚不是放松，今天为什么女方觉得我们大家都会有压力？对方没有今天再继续争吵定义的情况底下，我们是已经没有意义了。今天如果再继续争吵定义，这样我们争吵辩论塔下来都在吵定义。好，对方没有今天我们进行损益比较，对方没有我们的这句话可以解决压力的情况底下，对方没有今天怎么解决？我知道，对方没有要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压力，我们没有再给你争定义，请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压力。对方没有86.6%中国学生认为自己学习压力过大，对方没有借据怎么解决？不是，关键是在于为什么，而不是让对方没有摆出一个数据就可以了。对方解释不出，对方解释不出借据解决他们的压力，像反正进入了一个享受心态，让他们得以释放情绪。我们告诉你吧，是在这一方面上，进入能够使他们释放压力，更有利于让我们长远发展。对方没有，不要吵，发现没有？对方没有不敢回答为什么中国学生压力大，因为中国的考试难，他们自己自身实力不够，所以这时候要借据，考好的时候要分析自己考试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要去改正。所以发现没有，借据才是真正能够提升我们自己，更有利于长远发展，这比对方辩友的放松一下来得更重要，明白吗？对对对，辩友，你看到吗？就是因为现在学习压力大，什么压力都大情况底下，我们才说，当我打完一个抖音的时候，我们可以尽管释放一下情绪。相反的，你们的借据抱怨一个心态，小心保守的心态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压力是更大的时候。对方辩友，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对方辩友，你搞错了一个问题。今天压力是个心理问题，但那是一个实质上的问题，在于我没有办法应付中国的考试，我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仅仅叫我那时候去进关，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压力还是会存在。所以今天对方没有进关，并不能缓解这样的压力。对方没有为什么还要去进关呢？对方没有必须认证为什么进关不能够解决那个压力，因为我们已经释放了必然不解决，反而是对方的借据到底如何解决那个压力。来，在于我中学生现在的压力在于，我现在考试难，进关你放松心态怎么解决？你方知道吗？你要解决你方能力不足是在于努力，而不在于你方让你借据进关。我告诉你吧，是在于你考完成绩考了以后，你应该以怎么样的心态去看待它。所以你一个想做先去看待它，就能够释放情绪。我告诉你，进关能够解决问题。好，对方辩友刚刚说，因为在于努力。好，这个时候对方辩友还要倡导我们去进关，那怎么努力，怎么解决那个压力嘛？其实对方没有搞错概念，我们是说得意的时候进化，得意是什么？我们跟对方热点没有冲突，是达至成就。我们达至成就的时候进化，为什么会松懈呢？对方没有解释。对方没有，其实刚刚有一层意思，我觉得意思很疑惑，就是您在告诉我，因为现在中学生压力大，所以我们需要去进化。可是压力大是我人生得意的时候吗？对方没有中，不谈中国的例子，那么谈美国。今天46%美国工人因为工作压力大，34%跳槽。对方没有借据如何解决？对方没有不要逃，发现没有？中国学生这个例子，对方没有解决。因为今天压力问题是实质上的问题，明天进关不能从实质上解决根本问题，这个压力不管你怎么进怎么欢，这个压力都在那里，明白吗？对，我告诉你方解决根属原因，你需方需要努力。但是我告诉你方是您方需要释放情绪，至少相比起来，如果你借据相对你完全不释放，跟我们你想做什么去看待它，变成一个释放，两者加起来进关更好。接下来请回到我们三辩的问题，美国问题，您方怎么解决？好，对方没有释放压力，这个对方没有说释放压力，不对，对方没有说放松。那好，这个时候我面临的那些升学压力是不是还在那里？我放松一下，我还是面临很多很多的竞争，怎么解决吗？请问？总结一句，对方没有今天借据无法解决问题，进关能够解在现实层面可以解决缓和这些问题的情况底下，对方没有我方立场成立。再来问你了，对方没有？根据治愈你的网表示，面对自己的成就去释放自己的情绪，就是可以释放自己的情绪，对方没有不知道？对方辩友，不要强推，要回归到这个自由辩论真正出现的问题。在今当您方说社会压力大，要解决这个问题，可是我们发现压力大是个实质上问题。就像今天升学压力，不管我怎么样进关，升学压力都在那里。如果我进关的话，反这个升学压力不仅在那里，
我刚刚都说了，因为我们在得意的时候，我们那个状态，我们去净化，放松我们心情，因此我们可以解决压力。反倒是你们的戒惧到底怎么解决压力？好，明白了。这方面我其实说的那个压力是心理上的一个压力。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放松，但是放松，首先放松不一定真的可以解决心理上的压力。为什么呢？因为你社会的那个压力还在那里啊。你觉得真的你心里放松一下，那些升学压力就迎刃而解了。对对对，被你说的很对，对，没错，我们社会上很大压力，然后在于我们自己升学，我们要努力的时候再给自己压力的情况下，那达到得意的时候，我们为了释放这种情绪，我们解决压力，这根本就不关到社会压力在努力中带来的问题。来，刚刚我现在的意思是想告诉我们，高考的时候很紧张，压力很大，所以我们应该尽情欢乐。可是，那我们努力不高考呢？所以，对方没有发现，没有总结，就是对方没有你放松，其实不能解决实质上的问题，我们需要通过戒惧来解决。好，再问对方没有，人需不需要有忧患意识，考虑到之后可能会发生的风险呢？对方没有总结错误，对方没有今天我们经常不是在你考试的那段期间，而是在你考试过后你达到好成绩的那段得意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应该去进化，他没有概念错误。可是对方没有好，对，回到那个人生得意之时，我们应该要进化还是戒惧？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告诉大家是，你还是需要总结，还是要总结经验。为什么？是因为你还是有这个压力，这个压力不来不去。对方没有，如果连我们的得意都解，我们的进化学到你的戒惧怎么取得了这个压力？在于我们戒惧是从。戒惧能够警惕畏惧，有忧患意识，能够促使我们从行动上去规避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这就是戒惧所在。能戒惧能够从实质问题上解决压力，而对方没有只是一个心理安慰，像阿 Q 一样。那对方没有今天进化，到底怎么解决社会上实际存在压力呢？哎，对方忧患意识还不压力，我方不明白了。我方今天根本就没有在跟你方谈跟属于你，我方跟你谈的是在这进化戒惧两者你选题的时候，你选题时候进化给你一个方。失去释放和戒惧完全不释放，明白？没有办法解决我方的例子。对方没有，立顿又说要解决压力，现在又说不解决压力，又没有办法解决压力。您方解释的时候解释一下，谢谢。对方没有在得意，尽管可以释放自己的情绪，解决压力的情况下，对方没有戒惧不能解决人生得意，请尽管。对方没有，其实一开始的错误就是在于他把社会压力和升学压力掺在一起。对，没错，社会有压力，在家庭那些给我们压力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拿到顶头说，我们可以松懈。哦，代表对方是变成造化，陆先生到底要具体怎么解决压力？谢谢双方辩手。好的例子，
为什么秦始皇最后会灭亡，在于他在统一了六国以后骄奢淫逸了，没有认识到国家应该发展自己，应该勤于国政来提高自己的实力，以防被其他的国家超越嘛。所以我们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倡导这个社会去进步，去推动发展，而不是只是说对你要享受的心态去解决这个心理的竞争压力问题，而是应该实质上去解决这个真正的竞争压力，去通过这种借据来不断提升自己。就像中国有一部书叫《易经》，它就提到了安而不忘为，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安身而国家可保也。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在安逸的环境下不能忘记危险，在存活的时候你不能忘记有可能死亡的危险，在国家大治的时候不能忘记可能出现大乱的危险，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和国家都能够保存下来。就是说我们倡导在人生得意之时要戒惧，纵然你这个安逸的环境下，你需要看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因为你不可能未来有很多的变数，你不可能只看到眼前的一切，你需要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努力，看到这些可能，去做出准备，做出预防，这样才有办法解决嘛。我们不可能说人生只为了解决心理压力而不解决实际问题，实际问题就在那，在于你要不要去解决它。而戒惧就是让你提升实力去解决，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来解决你所谓的心理压力大、竞争大的问题。其实我刚今天说人生得意应该戒惧，就是为了谋求不仅是个人，也是在于社会上的发展。进行了吗？不进行。
开玩笑，就告诉了大家，因为一个人的生活中总是充满了不一样的心态，不一样的动作，有欢乐部分，有作恶部分。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去推论，我方也同样告诉你啊，戒惧有完全的戒惧，也有不完全的戒惧，但是双方都没办法论证双方立场情况下，这样的通理明显不能成立。因此，为什么我们会谈戒惧和净环是一种心态，就这样一个道理。我要告诉大家，净环就是一个以相对正面、相对放松的心态，相对释怀、享受的心态；戒惧就是一个，你帮你告诉我吧，它是忧患意识，就是个相对保守、相对压力的一个心态。因此，这两个所以我才比较，你帮你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应该选择一个心态，我们就来看这两个心态放在当今社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别。你方方冠冕堂皇告诉我们，你方希望戒惧能够大家宏图大展，但是问题现实生活变成了怎么样？日本假设现在你讲一个故事，日本有个公务员，他非常每天非常戒惧，到最后我们方例子告诉你什么？他因为日本公务员压力太大，跳楼自杀了。看到了吗？戒惧看起来有个美好的未来，实则放在现实当生活当中，它变成了压力加上压力，变成了一个压力的结果的时候，它带来是一个相当负面的后果。因此，我告诉您吧，是您方所谓希望大家宏图大展这个论调，放在现实生活中，当它适用在所有普通人身上的时候，它到底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它变成了是一个压力，它变成了是一个压迫。因此，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告诉您吧。戒惧会使得压力，相反的话，我看净欢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它可以是有助于释放压力。假设今天大会公务员取得了成功之后，他取得了成功，他有没有去庆祝？他跟他一家大小又以一个享受心态一起享受这个升迁对他带来一个快乐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心态？我终于释怀了，我终于成功，我可以放松下来了。对方，我今天我只是享受一下这个荣誉，我就代表我明天不努力工作了吗？很明显不是的吧。我面对我成就，我面对我升迁，我一个享受心态去看待它。我明天的努力，我明天在做，这完全没有冲突。因此，我要告诉你们啊，是今天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懂得享受当下，就要懂得享受自己的机遇。不是每一个人所谓的都是未来欲望傀儡，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知识底下的傀儡。当你没有办法享受你自己应该做的东西，或你自己已经达到的东西，人为什么是人？就是因为人生来。